哎呀，百多万，而且百多万，而且还破的呢。他是名家来的，我不敢批评啊。By the way, he is currently the oldest living painter in Singapore. Legit. Yep, that's him painting in Chinatown many decades ago. 我本人是叫林子平。这个我今年呢，100岁。And he's been painting and drawing for about 70 years. In that time, Mr. Lim has seen Singapore change before his eyes and has painted countless scenes of early Singapore. But then, how do you get started? 我是小孩子的时候，我是看我的老师写字画画。那么老师问我为什么你来偷看我？你会画吗？我说我不会画。不过呢，我是很想画画。他说我拿两张图画纸给你，你回去看这画册来临画。画了一个礼拜以后，你拿来给我看，我明天就拿给他看。他吓坏了，他说你我叫你拿一个礼拜后才拿给我，你现在这样早就拿给我。他看了一看，他不讲话，他说你过来这边，靠近我这边，他把我这边打一下，我以为他很生气，他说这是你的画吗？哎呀，画得真好啊！啊，我真想不到啊，他很惊奇。Do you still draw every day？ 啊，就每天都画，没有一天不画画，没有一天不写字。我一天呢，如果画的时候，我就是下午就2点开始。画到6点、7点，有时候画到8、9点。他们要叫我，你要下来吃饭啊，一直赶啊，都每天都在动笔。你们如果今天不来，我今天来画画。这张是，昨天画的。我看画到现在，是10000多张，我看至少。Why do you still want to continue even at this age? 我现在我觉得我还有精神啊，身体还好。我觉得画画使我很快乐，画画使我快乐。老师说也使我身体好，使我长寿。我觉得剩下的年月年岁越来越少了，应该更努力去画画，要更努力。我这个是年轻还是小孩子的？年轻人画，这个也不错，我觉得不错，还可以。哦，你觉得这是艺术吗？这个我就不敢批评了。这部作品卖12万美金哦，老师，其实只是一个香蕉而已。你觉得这个艺术吗？哎呀，百多万！而且还破的呢。他是名家来的。那个艺术家很奇怪的，没有人知道他是谁。就是这。没有人看过他的脸，只知道他的名字。这我不敢批评啊。Lastly, what advice do you have to give to young artists? 我觉得一个画家应该是要先做人，做人要好，这个非常要紧。我看很多人呢，很神气啊，画一张画就呱呱叫什么的，我都不出声呢。我觉得感觉到这个不需要这样子夸张啊 ，legit 的 ，legit 哦、oh. ，legit 吧 ，legit 哦、oh. ，legit 哦、oh. ，I am legit 哦、oh.。